利亚，啊，咱祝兄弟大家平安。哈利路亚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啊，咱一早啊，继续要来讲到大林的勇士基甸。早上我们继续要说到大林的勇士基甸。啊，咱看这个史书记的第八章。我们看四世纪第八章。啊，308页。旧约308页。这个咱顶回已经讲到21章。上一次我们说到21节，哦，啊，其实咱来知影，第18章到21章这段，18到21节这一段，啊，这个基甸来杀了米甸这两个王，基甸呢来杀了米甸这两个王，其实这个地点啊，就是发生在27章，而这个地点就发生在27节，哦，就是讲，伊是伫这个俄弗列这个所在。是在这个俄弗拉这个地方啊，因为基甸的长子约帖啊，无可能参基甸的那300个人做伙到约旦河的东边的这个战场，因为基甸的长子不会义铁，哦，义铁不会跟他们同时到这个地方去，无可能做伙过到这个约旦河的东边的这个战场，不会到约旦河东边的战场。所以吼，伊这个伊这台军两个王的地点是伫俄弗列这个所在。杀了这两个国王的地点是在俄弗拉这个地方。好，安尼，即马咱已经从这个八章的1章到21章啦，咱有来做了一个说明。八章的1节到21节，我们有说了一些说明。啊，即马咱根据这段经文，咱提出几项作为咱大家彼此的一个勉励。我们针对这边的经节提出几点，做我们互相的勉励啊。在第一节中间，而在第一节中间，这个以法莲人对基甸的质问甲争吵，而以法莲人做基甸的争论还有争吵啊。你也想讲啊，因已经被米甸人欺压7年，他们已经被米甸人来欺压了7年。这是大家拢知影一个痛苦，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痛苦。你以法莲身为北方的大支派，而以法莲身为北方的一个大支派，但是伊说点点无做声啦，却默默的没有出声。咱讲是独善其身哦，可以说是独善其身。就是讲我好就好，啊，别人艰苦，迄拢伊的代志。我好就好，别人痛苦是他们自己的事情。照理讲，以法莲应该爱站出来。照理说呢，以法莲应该要站出来啊，伊爱来号召这些国支派。他要来号召这些支派来反控这个强权，来反控这个强权。但是以法莲无啊，而以法莲没有，一直到这个战争的后期，一直到战争的后期，这个整个局势已经差不多拢定啊啦，整个局势已经大势已定，这都已经拢已经赢了嘛，吼，都已经是胜利了。这个时阵伊才来参战，这时候呢，他来参战。所以以法莲人因在争吵的是啥？所以以法莲人他们在争吵的是什么呢？伊要爱名，要个爱利。他要名还有利。所以那对照啊，咱即马现今的教会。对照了我们现今的教会。这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了哈。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。其实这嘛是一个社会的缩影。这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。当然有好的，嘛有歹。当然有好也有不好的，所以在马太13章里底，而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，主耶稣我们家讲要容许这个麦啊、甲皮啊共存。主耶稣呢，容许这个麦子与稗子呢来共存，一直到末日的那一天，一直到末日的那一天。咱来查战争要赢，就是爱拼命敢死啊。战争呢，要来胜利呢，就是要敢拼、敢死、敢死。但是以法莲人吼，这个代志伊无要做啦。而以法莲人这件事他们不做。因吼对着外敌吼是真胆怯，他们对着外敌呢是很胆怯，但是对内啊是真够争斗。对内呢是很会来争斗。所以伊这个支派啊，根本就是干那要名搁甲利啦。这支派呢，只是要名还有利而已。咱看罗马书第二章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。罗马书的第二章。
罗马书第二章，咱看4-6节。我们看4-6节。也是你藐视伊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唔知伊的恩慈是要让你悔改呢？你竟然忍着你公义无要悔改的心，为家己积蓄愤怒，地主甲神进入显于公义审判的日子来着。伊即刻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哦，这个大家圣经甲咱讲，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。这边圣经跟我们说，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哦，来来，不是讲哦啊，神拢宽容啦，啊，神拢是爱啦，吼。不是说神都是宽容，神都是爱。哦啊，神拢会甲你赦免，神都会给你赦免。神啊，拢会赦免。坦白讲，这本圣经咱无需要搁读啊。神如果都会赦免，那基本上这本圣经我们可以说不用读了。啊，因为神嘛，无需要甲你定戒命。而神也不用来为你们来定这个诫命，因为人若犯错吼，你只要甲神悔改，神就拢会赦免。而人只要犯错，你只要跟神悔改，那神就都会赦免。嘛，世间敢有这代志？而世界上有这种事吗？那安尼吼，我咧讲诶，这耶稣咱也免信啊。如果是这样子，那我们说这个耶稣我们也不用信了。因为这完全都也无任何的公义可言呐、因为没有任何的公义空。公义可言，所以你甲看，伫这个一开始，神和这个基甸用温柔的话来回答，而神呢一开始呢，让基甸呢用温柔的话语来回答，这讲起来嘛是神的宽容加忍耐，说起来也是神的宽容还有忍耐，但是到亚伯他的时期啊，到了约伯他的时期，伊法莲人啊，伊赶快要个如法炮制啊，伊法莲人他们一样要如法。炮制，赶快那个用这招的呀、啊！也要用这个招数，结果叫亚伯他改击杀42,000人，就被约伯他来击杀了42,000人。所以这要好难知啊！这要让我们知道，无人有义务，都爱去忍耐你的无理取闹啊！没有人有义务呢，来领取的你的那个无理取闹。哦，你讲什么？哦，拢爱忍耐，拢爱包容。什么事都要忍耐，都要包容。讲这根本这东西啊，无公理的代志。说这些事都是不公理的事情。其实咱这个世间就是作贼啊，违背神的代志。世界上呢，就是很多违背神的事情。包括咱的法律嘛，作贼拢是违背神哦。好，包括我们的法律也是很多都是违背神。你看咱的法律的精神是拢讲啥？而法律的精神是说到什么呢？是拢讲什么？哦，爱教化。法律是说什么要教化？哦，讲这个人该判刑，讲什么啊？够教化的可能。这个人把他判这个刑下去呢，说还有教化的可能性。你甲注意下看，这本圣经按头到尾，伊从来无咧讲教化。这本圣经我们从头看到尾，没有说到这个教化。伊是讲刑罚。他是说到刑罚。伊唔是咧讲教化。不是说教化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本就无可能教化，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来教化。人伫这个罪世界内底，人在罪的世界里面，人若准是无一心向神，人如果没有一心向上，无要寻求神的帮助，没有寻找神的帮助，无要寻求圣灵的更新，没有要寻找圣灵的更新，这根本就无可能改变。根本就不可能来改变了。包括咱讲的讲，你就算来信耶稣，你若无要改变，同款未改变。甚至我们说，如果你来信耶稣，那你不改变，那根本也不会改变。不是讲什么洗礼起来，哇，弄什么假做新人？不是说洗礼起来之后就成为新人吗？啊，无啦，罗马书六章迄讲的，迄是神对咱的期待。而罗马书六章那是神对我们人的期待。不是讲你洗礼起来，真正主人离人的变好。不是说你洗礼之后呢，你就自然而然就变好了。哦，这无这代志，没有这回事。哦，迄拢是美好的愿望而已。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。其实拢无影会当安呢。其实也没办法如此。哦，第二点。第二点。伫第五节内底，伫八章的五节，吼、哦，书记八章五节内底，这个苏寡人。在四十记八章五节的这个苏格人，到第八节内底这个庇诺伊勒人，还有八节的这个庇诺伊勒人，伊这拢是属加德支派，这都属这个
加德支派。哦，加德支派。啊，面对伫第四在即个基甸参即300个人吼，已经拢真疲乏啦。面对这个基甸还有这300个人，都是很疲乏了。哎，啊，因要再去啊追击即个敌人。他们还要去这个追赶敌人。我并无要求恁来参战哦。没有要求他们要来参战。只要求讲会当提供这食物来给阮帮助。而是要求呢，提供食物呢来帮助他们。结果苏寡人甲毕洛伊六人，因拢是同款无情拒绝。这个苏格人还有毕洛伊六人，他们都无情的拒绝了。因为因根本都无看好讲基甸，因有法度通好去追杀米甸这两个王。他们不看好，这个基甸呢，还可以去追杀这两个王。并且佫赢。甚至还赢了。本都我都无看好，嘛无认为你有法度做会到。他们根本就不看好基甸，也认为他们做不到。上界重要的是啥？因佫真惊这将来这仇敌会当来报复。他们也很害怕将来的仇敌会回来报复。也就是讲，因所采取的这个态度是啥？所以呢，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讨好这些仇敌，就是要讨好这些这个仇敌。一甘愿吼。继续做奴隶，阿洪欺压。他们宁愿继续做奴隶的被欺压。因拒绝了兄弟的请求。他们拒绝了弟兄的请求。要来提供食物的帮助。要来提供这个食物的帮助。等于因来废弃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兄弟的盟约。等于他们放弃了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一个盟约。这肢体互相照顾的这款的情谊，这个肢体呢彼此之间互相照顾的情谊，并且应该用这个言语吼来给嘲讽，用言语呢来嘲讽他们，讲起来是很足寒心的，说起来这让别人很寒心。所以在第七节基甸伊就安尼讲哦，七节呢基甸就这么说，伊讲吼，我若倒转来吼，我特别用这子集吼来甲恁拍伤。说如果我回来啊，我就用子集呢来打伤你们。伫第九节讲，我倒来吼要拆毁这壁垛伊就倒啦。九节呢说到回来了，要来拆毁这个壁垛伊的楼。你敢想基甸有这款的誓言，这才是会让真感叹。基甸有这样子的誓言，这让人很感叹。所以你甲看，这虽然讲兄弟是肢体的这个情谊啦，哈。虽然说弟兄呢是肢体的情谊，结果当有问题的时阵呐，竟然是这款的反应甲态度。当有问题的时候是要这样子的反应还有态度。所以你甲看，咱看马太福音24章。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。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，咱看九节到十节。我们看九到十节。迄个时阵，人要甲恁陷在患难，嘛要杀害恁，恁都爱阁为着我的名去予万民行恶。第十节，迄个时阵的确有真济人跋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行恶。伊讲，迄个时阵人要甲恁陷在患难内底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。有当时你会感觉讲，奇怪，做神的儿女怎会遐尼无价值啊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当神的儿女怎么那么没有价值呢？照理讲，咱若无去甲别人陷在患难内底，安尼就足袂歹啊，敢毋是？照理说，我们没有把别人陷在患难里面，就很不错了，不是吗？因为做王族的人。拢是足嚣张的啊！因为做王族的人都是很嚣张的。咱搁是做神族的哦。我们是做神族的。我搁较高一等。是更高一等。结果呢？我讲互迫害啦。结果呢？是说会被人来迫害。唔是干那迫害尔，讲搁要甲恁杀害哦。不是迫害而已，甚至会来杀害。有的吼是去互万民行恶啊。有的呢是被万民人来。恨恶，所以讲有足侪人会跋倒，很多人会来跌倒，佮彼此陷害，还要彼此的陷害，彼此行恶，彼此的恨恶，因为当初时罗马政府咧逼迫基督徒就是安尼，当时罗马政府呢在逼迫基督徒就是如此，来，我即马就要求人家基督徒，互相检举，
我现在要求你们现在的基督徒呢，要互相的检举。你来检举这基督徒吼，我来给抄家以后吼，伊的财产我甲分吼，看有一个百分比分给你。你要检举这些基督徒，那我再发一些奖励，一些百分比给你。我给抄家灭族啊，我保证来抄家灭族。所以这告白就彼此上啊，彼此陷害啊，到最后会变什么呢？就是彼此的陷害。彼此恨恶啊，彼此的恨恶。你讲啊，过去信主啊，我对你都恰好啊，结果你即马竟然讲安尼来陷害我。过去信主呢，大家都很好，而现在呢，你却来陷害我。对，讲我过去对你真好啊，可是我过去我对你很好，结果你即马竟然讲来陷害我。而现在呢，你要陷害我。所以十二节讲。不法的代志增加吼，这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啦。十二节说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都渐渐的冷淡的。但是十三节讲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啦。十三节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所以有当时你也想，神要让咱进伊的国。有时候我们想，神要让我们进他的国，这等于是爱过五关斩六将啊。可以说是要过关了来斩六将。神的道合作忍耐的道，神的道称为忍耐的道。所以讲爱忍耐到底哦。所以说要忍耐到底。不是享受到底，不是享受到底。照你讲做神的儿女，应该是会当享用神无尽的恩典，才对。照理说做神的儿女，应该要享用神无限的恩典才是。结果讲不是啦。结果不是。讲得爱个忍耐到底。说要忍耐到底。这么尊贵的身份，讲到要忍耐到底。这尊贵的身份需要忍耐到底。莫怪人无爱心。难怪人就不要来信了。那讲信耶稣就要忍耐。如果说信耶稣就要忍耐。你去讲报道理，讲信耶稣爱忍耐，你该看啥物事？你去跟别人报道理，然后跟他说你信耶稣要来忍耐，那你看是不是会有人会来信？大家信耶稣目的就是啥？我希望会当过一个更加好的生活。信耶稣的目的，大家也是希望说可以过一个更好的生活。安尼，我唔加要信啦。这样子我才要来信。结果讲信耶稣要爱忍耐。说信耶稣之后要来忍耐。那要忍耐，我做人就已经足忍耐啊。如果要忍耐，我当然已经是很忍耐了。我这信耶稣爱更加忍耐。信耶稣要更加的忍耐。安尼我开不会。这样子我怎么要呢？所以莫怪咱讲的道理为什么歹传。所以我们说这道理为什么难传呢？现在还是太平的时候哦。现在还是太平的时候。还没有信仰的逼迫哦。还没有信仰的逼迫。人就会信心冷淡嘛。人就会信心冷淡了。你如果等候到逼迫临到。如果等这个逼迫临到的时候。哇，这样更加不用说了。那就更加不用说了。这样那个时候会当徛立的更加少。那时候可以站立的就更加的少了。所以吼。这讲起来是真无简单呐、说起来是很不简单。所以吼、真正要进神的国，绝对不是像咱所想的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要进神的国呢，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。所以主要说的讲讲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主要是跟我们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伊迄个信是包括啥行为呢？这个信呢是包含了行为。信心要加上行为才有完全哦。信心。加上行为才是完全，所以其实一讲这是这个难度真高的哦。他说这个难度是很高的。来，咱去看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。我们看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五章，咱看十五章。我们看十五节，恁都爱谨慎，无论是啥人都未使以恶报恶。或者是彼此相待，或者是对待众人，常在爱追求良善。你若讲要追求良善，讲拢爱追求良善呐。这边跟我们说要追求良善。未使以恶报恶，不可以以恶报恶。表示讲啥？我都无对你遮歹，你现在还对我遮歹？就说呢，我没有对你那么不好，只是你却对我那么不好。所以讲，佫未使。以恶啊报恶啦，吼！说到不可以以恶报恶。都爱个追求良善，还要追求良善。所以你甲想，信主这条路真正是爱非常的忍耐哦。所以你想信主的这条路是要非常的忍耐。所以吼，咱回到当来数数去。我
门回来，回来试试剂。所以你甲想，这个啊，搜刮人甲秘鲁伊力人，因这款的态度。我们看这个苏格人还有秘鲁伊勒人他们的这样子的态度。哦，这个对基丁当时来讲，真正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。对，当时的基丁来说是非常的非常大的伤害。你甲想，你今仔日那因为无饮食的溃烂支持，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饮食的力量来支持，你要追杀敌人，你要来追杀敌人，你就无溃烂啦，你就没有力量了。你无溃烂，变哪才能竞争？没有力量，如果跟别人来征战呢？敌人啊，停了，讲哦，你过来钓，过来钓，好，来，我等下等你。而敌人，停下来说你还在追，那敌人他们就停下来了。一停了来等你，哇，这个时阵有溃烂，你无溃烂，你要安怎才能修正？而敌人有力量，你没有力量，要如何的征战呢？所以讲起来，这是啊，将兄弟吼陷在生命的危险中间。可以说呢，是把弟兄呢现在在生命威胁之中。这讲起来。这已经不是无爱心而已这说起来不是没有爱心而已。哦，这是更加严重的是更为严重。所以莫怪这个基甸的报复啊，会真严厉啊。好，难怪这基甸的报复会非常的严厉。好，第三点。第三点。第十一节中间。在十一节中间。这个米甸人天坦然无惊。这个米甸人呢，那坦然无惧。因为。因想未到讲基甸会阁掠来啦，他们想不到基甸还会再追过来。第十二节就讲吼，这个基甸吼惊散全军啦。而十二节呢说这个基甸呢来惊散全军。来抓住这个米甸两个王。抓住了米甸两个王。这其实讲起来，这场战争按头到尾拢是一场无公平的战争。这个战争呢，从头到尾说起来，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战争。因为你人一万五千个，你卡三百个，你讲你有法多惊散全军？敌人呢有一万五千人，你只有三百人，那你可以说你来惊散全军？过来，你来什么？你已经无气力啦，你无物件能吃。再来，你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，没有饮食可以吃了。我跟你讲。你讲你什么士气咧？外高昂，这你是要按倒来啊？那你说你的士气会多高昂？是要如何来呢？所以讲米甸全军会惊一个四散，那根本就是讲去看到鬼。这个米甸的全军的所谓四散，我们可以说是看到鬼了。对啊，是神让因看到三百个，当作看到三百万人呢。难道是神让他们三百个人，让他们以为是看到三百万人吗？对啊，要靠可怜的惊散，你安那想嘛想无？而怎么会来经商呢？怎么想也是想不到。应该是因谁反头倒转来将这三百个消灭？应该是反过来把这三百个人来把他消灭了。过来吼，伊反头倒转来对付以色列人，就是该抄家灭族。再返回来吼，就对付这以色列人，给他们抄家灭族。对啊。应该是安尼开始正常的啊，应该是这样子才是比较正常的。结果唔是啊，讲结果因家讲啥物吼，米甸全军哦，拢惊一个四散啦。结果却不是哦，说这个米甸全军呢来惊散全军。所以吼、来抓到米甸这两个王。抓住了米甸两个王。所以我相信米甸这两个王可能也未去防抓到进程就一定命啊。这个米甸这两个人或许还没被抓到之前呢，就一直在骂了。在骂啥？在骂什么？骂遐其他的遐兵啊。在骂他们底下的那些兵。走这么紧，也无想讲在做王的拢较大颗，走较袂紧。怎么跑那么快？没有想到当国王的跑比较慢。对啊，你追恁走啊，害我走袂去，煞叫王抓到。你们都逃跑了，让我捉，只好让我被敌人来抓住了。通常这下骹手的人应该是爱和王先走。伊讲，你王你先走，我殿后。我甲你吼阻隔这个敌人。一般呢，这个士兵呢，应该是会让国王先走他们殿后。这理论上是安尼啦。理论上是如此。不过吼，当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，虽然顾生命。刚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，就自己顾自己的性命了。大家拢走真紧。大家都跑得很快。结果这两个王煞向抓着。这两个王就被抓住了。
啊，这根本这是要应验当初时，咱看四书记的六章。我们看四书记六章。哦，这当初时神对伊的啊一个应许。是要是神呢，当时对他们的一个应许。哦，对伊基甸的应许。对基甸的应许。六章十六节。六章十六节。耶和华对伊讲：我甲你同在，你就得开极大美甸人，亲像极大一个人同款。哦，这个时阵。你就会当想起当初时神所对基甸所讲的一句话。那时这时呢，就可以想到神对基甸所说的这段话。真正极大美甸人，亲像极大一个人同款。极大美甸人就像极大一个人一样。因为应该够一万五千人啊。他们有一万五千人。结果都全部走了了。全部都跑光光了。哇！所以真正亲像咧极大一个。就像是在极大一人一样。哦，所以吼。这真正是一个真大的信念啊！是一个很大的神迹。哦，来，咱看马可福音第九章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。马可福音第九章。马可福音九章。咱看二十三节。我们看二十三节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。耶稣对伊讲：“你乃当信。”知心的人，凡事都会当。哦，因为这是最后所来拄到一个啊，得到这个羊心病的这个因啊。这个是主耶稣呢，对一个得病的一个小孩。这伊的老爸吼，安尼甲讲啦。对他的父亲所说的一段话。因为因老爸讲吼，这个囡仔吼，自细汉的时候就叫鬼安尼甲缠磨啦。说这个小孩呢，从小呢就被鬼来缠着。甲蛋伫个火里，蛋伫个水里，然后被丢到水里、火里。真可怜啦，很可怜。所以最后所甲伊讲吼，你乃当信吼，伫信的人凡事都会当。主耶稣跟他说，你若能信，但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就是讲你若有这份信心嘛，你就会当得到恩典。说你有这个信心呢，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。因为我常在讲的，信心和神得到荣耀。信心呢，让神得到荣耀。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步骤，这个很重要的步骤。但是我感觉讲，这个囡仔的老爸，伊都无甲耶稣问一句诶。这个得病的父亲呢，没有问耶稣这句话。这个囡仔的老爸。这是小孩的父亲。伊无问耶稣一句诶，没有问耶稣这句话。你进前告掉一个城，规城的人全部拢甲医治。之前你到了一个城，全省的人都给他医治。这叫有病的人，不管什么病情来，你全部都给他医治。不管有什么人来，什么病情来，你都来医治。奇怪，最后说你看，拢无要求讲，原来有信心嘛？主耶稣，你怎么没有要求他们要有信心呢？现在看来轮到我阿先，就讲爱有信心嘛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就跟我说要有信心。对啊，这是什么标准？这是怎么样的标准呢？对，所以你得爱知影。所以你要明白。迄规城的人其实拢无信心，结果耶稣嘛拢甲医治。而全省的人没有信心，可是主耶稣也医治了他们。再来彰显神的能力啦，彰显神的能力。但底下最后说是要求伊要有信心嘛。在这边呢，主耶稣是要求他要有信心。所以有当时你也当甲想啦，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主耶稣为什么有无同的对待？主耶稣会有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对待？因为神对每个人的要求无同，因为神对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。有的人伊都无啥信心，但神赶快给恩典。有的人没有什么信心，神一样给他恩典。有的人神讲，你要有信心才会得到。有些是对人是说你要有信心才能得到。你讲那安呢？你希望扮演倒一款人？你想如果是这样子，你希望你扮演是哪种人呢？是迄款讲就无信心，赶快来得到。是一样，那我们的信心一样可以得到。小佳是讲，最好说讲你要有信心才会得到，或者是你要有信心才可以得到。你个想哪何里劲？你要做对种？如果让你选，你要选哪一种呢？我这样讲，兄弟姐妹，咱今仔哪有智慧？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我们有智慧，你爱选择迄个有信心才得到的。你要选择那有信心能可以得到的。才得到恩典的。得到恩典的。你讲，安尼我不是跟你制造障碍？那我这样子不就我自己制造了这些障碍吗？你哪里想都搞唔对啊？你这样子想就不对了。因为你有信心才得到恩典。
如果你有信心才得到恩典，其实你已经在这件事上荣耀神。你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荣耀了神。你荣耀神吼，你在神的面头前就是有价值的。你荣耀神在神的面前就是有价值。啊，你没信心了，得到恩典。你没有信心就得到恩典。表示啥？这是神的怜悯。表示呢，这是神的怜悯。你在神的面头前，你是亏欠的，你听清楚。你在神的面前呢，你是亏欠的，你们要听清楚了。哦，你是亏欠神哦。你们是亏欠了神。神先恩典给你。神先把恩典给你。你是亏欠神。你亏欠了神。你将来，咱就要想办法来弥补对神的亏欠。将来呢，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来弥补了对神的亏欠。你有信心得到恩典？你有信心得到恩典？这是荣耀神，这是荣耀的神。这是完全不同款的哦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啊，咱就要扮演一个在神的面头前做一个有信心再来得恩典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扮演有信心得到神恩典的人。你唔通伫遐传播讲，人因咧归城的人啊来，安尼耶稣全部拢医治。比方去羡慕那个宣城的人，只要一来，爵士就来医治他们。因这嘛拢无信心吗？这些都没有信心。奇怪，因会当我还无啊？为什么他们可以，我却没有呢？对啊，你哪咧讲？传道干哪让甲你讲一句诶？如果你这么说，传道也只能跟你说一句话。上甲你这晚出事啊？谁叫你要那么晚来出生啊？你若较早出事，你较早参加迄团的，你就免有信心就得着。你早点出生去参加那一团，没有信心就可以得到了。但是安尼好吗？但是呢，这样子好吗？安尼你是亏欠神愈济呢？这样子你是亏欠神越多。安尼是无好啦，吼。这样子是不好。所以吼，神的旨意内底吼，拢有伊真美好的安排。所有神的旨意呢，都有神美好的安排。不过是对人来讲。不过呢，是对人来说。对人来讲，你拢讲神你这安排做，但是我那看嘛，感觉无介好。对人来说呢，说神这个安排是很好的事，我们却看不明白。我看了不太好啊。我看了就没有很好。你拢讲真好，你都说很好。但是我看不好，而我看不好。应该是讲，因为咱无这款的智慧。应该是说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智慧。咱无这个智慧去了解神伊美好的安排。没有这个智慧呢，去了解了神美好的安排。这是咱爱反省了哈。是我们要来反省。第四点。第四点。你甲看第十四节的所在。我们看十四节的地方。第十四节的所在，这基甸来抓住一个搜刮的少年人。十四节呢，说到是基甸呢来抓住一个苏哥的一个少年人。所以吼，伊就来逼问出这来首领丢了七十七个人的名。就来逼问他这个。苏哥，这个首领长老七十七个人的名字是什么？把这个名吼，拢写出来，把这些人的名字都写出来。所以借大家马彪兰仔啊，所以呢，在这边呢，也是要让我们知道，这将来信仰的逼迫，将来信仰的逼迫，这个教会领导者，教会的领导者，兄弟姐妹，弟兄姐妹，一个都走未去。一个都跑不掉，因为伊会借着伊所掠到的人所逼问的口径，他会借着他所捉到的人啊，所问到的一些口径，口供啦，口供，交叉比对，交叉的比对，就拢无漏网之鱼啦，就没有漏网之鱼了，多什么款人会变漏网之鱼？怎么样的人会成为漏网之鱼呢？我自从信主了以后，都也无咧来。我信主之后呢，就没有再来了。这访问也无得找人。访问呢也找不到人了。这吼、时间一个久的吼，可能到尾处连访问名册都无啊啦。这时间一久呢，甚至连访问的名册呢都没有了。因为这个人就已经变失踪人口啊。因为这个人就变为失踪的人口。所以当咱这兄弟姊妹比掠到交叉比对这个口径的名单的时阵，当这个人。被抓到在交叉比出这个名单的时候，这款人就无伫名单顶，这些人就没有在名单上面了，因为就不得唔知有这个人，因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人，
哦，啊，那照安尼讲起来，算较无信心，要将来较袂拄到疾病呢，吼、嗯。那这么说，我就比较没有信心了，将来比较遇不到的这些 people 的事情。哎、欸，你那安尼想，安尼就唔对啊。你这么想就又不对了。哎、欸，啊是安那唔对。是怎么不对呢？你妄想讲将来无受到疾病，哦，啊安尼，你就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呀、啊。你没有受到这些 people， 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。哎、欸，其实到迄个时阵，其实呢，到那个时候。真正会当受逼迫的，真正可以受到逼迫的，在神的眼中看起来，这拢是宝贵。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。好、哦，咱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。马太福音十六章。马太福音十六章。咱看二十五章。我们看二十五节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章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。因为凡是要救家己性命的。的确会送掉性命，凡是为我送掉性命，的确要得到性命。到将来啊，你会当受逼迫的啊，其实在神的眼中看，这拢是宝贵的。将来会受到逼迫的，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。因为啥？这的人送掉性命，这将来拢要得到性命。因为呢，为我呢来上吊生命的，将来必得到生命。所以你个想讲。当初是伫罗马时代受迫害死的基督徒，那是算万的呢？到底偌济人唔知呢？这个当时呢，在罗马政府受到逼迫而死亡的，到底有多少人是不晓得？这你敢想，神会当救伊，但是为什么无要甲救？神可以救他们，是神为什么不救呢？但罗山阿克多但伊里的话，村内全部死了了。当初是坑里面只有但伊里会活，剩下的人都死亡了。敢讲遐人拢无虔诚？难道那些人都没有虔诚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当然不是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这的为主啊，送掉生命，这将来拢是会得救的。因为为了主来上吊生命的，将来都可以来得救。因为伊坚持信仰。因为他坚持了他的信仰。坚持到底哦。坚持到底。那底下面对着逼迫吼，就放弃的。如果遇到逼迫就放弃的，这都要救家己性命，就是变为要救自己生命的。这将来啊，在神的面头前啊，伊是送掉性命。将来在神的面前是要来上吊生命的。所以你拿那个看看吼、哦，唔是讲你将来受逼迫，才算可怜的哦。你想一想，这样子不是说你将来受到逼迫就算是可怜的。真的是你在神面头前是真宝贵、真有价值。在神面前呢是很宝贵、很有价值的。因为主耶稣讲吼，为我送掉性命，的确要得到性命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必得到生命。你讲主啊，你不是讲啊，信来受洗的拢要得救吗？你不是说主啊，你不是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吗？讲是安尼讲无唔对啊，但是面对考验，爱看你什么表现啊。说是这么说没有错，可是遇到考验要看你是如何的表现。你唔通拄到啊考验的什么讲，心来甲主讲。主啊，我多，即马吼逼到走投无路啊！我暂时爱甲你休忍，你唔通见怪。比方说遇到了一些考验，就跟主啊说：“我因为要面对这些事，所以我先否认了你。”主啊，你知影我的心啦，我唔是真正讲不爱信你啦，但不过因甲我逼到足厉害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的心的事，我遇到很多的迫害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所以吼、哦，我即马暂时来休忍你啦。我现在呢，暂时的来否认你。对啊，咱想讲安尼敢会当？我们是想这样子可以吗？当然是袂使啦。当然是不行。你面对这个信仰逼迫的时候，你就妥协。你面对信仰逼迫的时候，你就妥协了。你敢想安尼神敢会当接纳？你想这样子神会接纳吗？这当然是无可能啦。当然是不可能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爱知影所以我们要明白。咱伫太平的时阵，咱学习道理。我们到太平的时候来学习道理，就是要装备咱家己，就是要装备我们自己，是要坚固咱的信用，要坚固我们的信仰。咱要应付将来啊，逼迫临到的那一日咯。要来应付呢，将来逼迫来临到的那一日。所以你今天若无将家己装备好势，今天如果没有把自己装备的齐全，这将来逼迫就会到，这规个拢倒啊！将来逼迫会到，你就整个倒了。安尼就枉费吼，主要说给咱拣选了吼，就枉费了神对我们的拣选。咱会再先讲到这，早上先说到这边。